会在这边。就是要接啊，就是要接。对啊。所以你会挑吗？我其实也没有说可以，就是厉害到说还可以挑剧本还是怎么样，只是我当然会，因为我觉得一开始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最看重的是看故事，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故事，然后也很感谢三凤制作的，刚好在三凤制作，很感谢三凤制作的同事们这么爱戴我，感谢福斯传媒。还有 KKTV， 谢谢卫视中文的爱戴。会，没有，就是不是说，就是我觉得不管现在有没有起来或什么，我觉得都会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压力。对啊，那就是会觉得可能肩膀上的担当会也需要越来越多，然后相对的我觉得也会越来越大，压力也会越来越大。开始的压力可能就是生活上的压力，没有钱之类的，对啊，然后就是想下一份工作在哪，就是会一开始是担心这样，对啊，当然会担心一些说，怕会不会，当然会担心，会去，因为有时候会想比较多嘛，所以当然担心是多少，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对我来讲都是很大的挑战，所以我也没办法去说选择一个，对，但两个都有是对的。在当中也会有一些从年轻到三十几岁的一些状态，然后觉得蛮困难的，对我自己来讲，因为一下十七岁，然后要跳到三十几岁，这其实是一个。对我来讲，我自己会有压力的地方。对啊，哪一个年龄层对你来说比较困难？都是啊，就是你要降临或者是真灵，对我来讲都是很大的压力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真灵降临，不是只有外表上，就是还有你的状态。就是我觉得状态才是重点，语气啊，语气，我们这部戏很多语气。然后就是。就有时候蛮有趣的，有时候可能因为我们那时候韩流，然后也是拍完，你就会看到一群人就看不到头，因为可能 身材比较矮小，就直接被棉被挡住这样，然后就这样冲过来，就看到一群棉被这样过来要把我们盖住这样子，然后就有时候就是很感谢，但又觉得很搞笑。应该会回到那个大乐透的最高彩是多少？23亿吗？我记得有一次是23亿的人。我会回到那个的前一天。前一天。对。然后就。对。然后就去前面。我现在可能就不会在这边。开玩笑的。真的啦，有吗？有吗？就是说有我想要改变的事情。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我选的话，我不太会想要去。不太会想要去改变什么事情，因为现在的人物就是因为以前的我过来的，所以我不太会想要去改变。因为我觉得改变，我可能现在就不会是像我这样，因为你遇到的事情不一样，所以我不太会说我想要回到哪一个时间点，然后去做什么事情。对，期待，就是好期待30岁的自己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。对，你有想说想要变成怎么样的？没有去想这件事，但我只希望初心都没变。初心都没变，跟你的初心就是不要去伤害人，然后就是保持善良，希望自己尽量去努力做好这件事情。